霓虹花园我实在是太满意了，从歌的编曲上，一开始他们用了键盘来开始，几个人都静静站着，没有像以往一样一出来就炸，一直炸到结尾，这是他们变成熟的一个体现。自我诉说，掩饰深埋寂寞，他看着我一动不动，笑着对自己说我不难过。人声部分这一次的进步，不管人声的编写还是唱，都有非常高的进步，又结合他们在说成长的好，所以这个是一个成长的完美体现，就是特别喜欢这首歌。这个作品并不需要语言来辅助来解说，这是一首特别好的摇滚作品，我就是毫无疑问会过来的，所以我觉得不需要说什么，特别好，我就是喜欢。所以我没有说太多，因为根本就不需要说，他们太成功了这首歌。Thank you.